爸，爸呀！你喊谁呢？你妈在那儿呢。爸呀，我求求你了，你一天别神出鬼没的行不行啊？我妈都没多少年了。这干啥去？我出去一趟。你姐儿今儿晚上回来啊？还带个男的啊？谁呀？我大姐呀。这是好事啊。爸别难受。哎呀没事爸啊，一会儿啊我带佳佳回来一起给你加油助阵。佳佳佳走啊。好好好好好。好事儿。哎呀汉家秦地月刘颖赵明飞一上玉门道天涯去不归。我家今晚都得爆炸。哎呀给他们收拾收拾屋去。快来快来快来到了到了到了。爸回来了。哎人呢爸。你这动打完手了、啊、哎给我呀直接冻着了哎呦你要喝啥鹤岗太冷了行行行你快坐这歇一会儿啊我去找我爸去他没准给你拿冻秋梨呢我跟你去你说我搁这咋待呀自己家随便待啊哎哎哎太冷了哎呀哎呀那老爷子看啥书呢百年孤独这不越看越孤独吗本来就丧偶现在再一嫁姑娘这书看完我估摸得抑郁哎呀妈呀哎呦伯母不妈妈我跟青青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关键问题是哎你家老爷子只要一同意我跟晶晶就能更进一步了我估摸着他呀就能跟我一块儿生活了叔叔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早上那就压根没熟悉的你看你下去我腿麻了那叔叔那我自我介绍一下那我叫邓明川我是晶晶的男朋友嗨您都知道了刚才你跟我老伴唠嗑我都听见了叔叔我跟你说我跟晶晶我俩是、哎、爸你回来了啊哎呦我出外边找你一圈哎川坐呀、啊、介绍一下川这是我家我爸爸这是我的川嗯哎小川儿烟酒糖茶还有富红大豆油对必转基因的滴滴沉香呵护健康挺好挺好挺好、哎、你挺有心呐、啊哎、我这一看你俩是不是都聊一会儿了爸怎么样挺好的、哎年轻人有志气有想法有胆识还挺有幽默感的哎呀行啊川儿你一来就给我爸搞定了我爸不苟言笑从来都不夸人行啥行订票赶紧回家你傻了咱俩守正告捷了告捷啥玩意儿刚才我一个人搁这屋里先生哎去洗个果盘去把这东西拿后屋去对对对啊我去洗水果、啊、你俩慢慢聊啊不是啊陪我爸聊天你别走静静你别走静静静静静静静你想走啊叔叔瞧你这话说的我想跑跑你跑吗往哪儿跑啊、嗯、你跑了我们家晶晶怎么办呢今天是你先倒敌马阵的我这要带兵出阵吧你说你要回家吃饭啊你说你完蛋不完蛋呢好这么地吧咱们俩先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你敢吗那我给晶晶支出去你好使吗应该好使吧晶晶啊晶晶、哎、我饿了你下楼买点吃的呗吃啥吃啊挺胖的你陪我爸、啊、吃水果啊、嗯、我擦个手我也没办法了
晶晶，哎，我那打火机跑哪儿去了？打火机啊，刚才不在这儿呢吗？去下楼给爸买个打火机去。行。谁好使啊？你好使，你姑娘肯定你好使。小伙子，嗯，出师不利，1:0。不，这就开始了。稍安勿躁。你什么学历啊？大学本科。全日制的吗？成人教育。读过什么书啊？美食大学100道。什么专业？烹饪学。毕业论文是什么？锅包肉的108种做法。不，你研究这玩意儿有用吗？不是，叔叔，你为何发笑啊？他当然有用了。各色人种的口味不同，对不对？我的目标是要把咱们中国菜推向全世界，深深地植入在世界人民的骨髓当中。叔叔听过唐人街吗？啊，知道。听说过唐人街梦回黑吉辽全球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中方 CEO 吗？谁呀？我。啊，有杀猪菜。那必须得有，还免费赠送蒜酱。啊，你小子挺有能耐，承让1:1了。哎呀，我女儿怎么看上你的？我爱她呀，我就爱她那丧眉打脸的样。我说宝贝儿啊，她说给我滚犊子，当我听了就得劲儿，女壮。我告诉你，有一回我在飞机场给惹急呀，当着那么多中外男宾的面，我裤衩一下就给她跪那儿。爷们儿，晶晶为了改一篇新闻稿熬夜呀，一碗面条我给他热了23回，那还能吃吗？后来上的疙瘩汤嘛，我就这么吃。他要是不嫌乎，那水我拿嘴含热乎了喂他，那还是喝凉的吧。他也是这么说的。你俩处多长时间了？我跟晶晶处了半年多了。哎，我特别尊重她，这孩子特别传统，也不知道随谁了。我呢也是特别传统的人，所以我跟晶晶的事儿那就得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次我特意请了半个月假来鹤岗，就是为了搞定她的父母。晶晶这孩子妈妈走得早，知道吧？主要是得搞定她爸，他爸要是一点头，我俩那明天就能结婚了，那就能合理合法的在一起生活。你说那得多美好啊，是不哥？不是不是，真的，错了，叔叔。行了，咱俩下面来一回一见两瞪眼，是啥意思？传统的游戏，什么？你敢跟我来吗？啥呀？八针子。看谁发的多，你要是赢了既往不咎，我要是赢了呢任凭发落，就这么地了。开始。哎，叔叔，你这里就一把钳子，给你，省着我欺负你。那我不好意思了。开始了啊。开始吧。一个，哎，俩。叔叔，你这是要放弃了？3个。哎呀，我咬你一个吧。查去吧。爸爸。呀，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回来了。哎，来坐。这是我小姨子呀。来了啊，你坐会儿，坐会儿。拿的针子。谢谢宝贝儿啊，帮我把屋收拾一下啊。No， 爸爸，那我去收拾屋了啊，我一块出来陪你。好，去。老爷子啊，看着咋样？没看明白呀，我得照样戴眼镜去。哎，哥们儿，你哪的呀？本地的。你本地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啊。我为啥不能拿自己当外人啊？啊，当着老爷子面让人姑娘进去给你收拾屋，你晚上搁这住啊？对呀，我这会儿住啊。挺疯啊。别这么拍的我，我们不一样。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你怎么跟你小舅子说话呢？我跟我小舅不，你叫啥呀你？杨小彪，你叫杨小彪，你得说你看哪台呀？别看了，别姐夫闹玩呢，别看了，姐夫闹玩呢，别头一回，你看生气了，姐夫吧？弟妹吧？哎呦我的妈呀！进屋一口爸爸爸爸爸，你给我叫蒙圈了，我以为我小姨子呢。我说你这大姑娘来人家，你就拿自己不当外人啊？我咋了？你咋的了？爸爸，我一会儿就来，就成功入住了。那我俩真爱，都订完婚了。瞧你那话说的，我跟你姐也是差一步没满呢。你想让老爷子认可你？失败了。你今天晚上就想住这儿啊？这么明显吗？你挺生气吗？还行吧。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老公公那是文韬武略，学术界人称不倒翁，国防大学特聘教授，现在是退休在家，逮谁想管谁呀、啊？妹子，你能让老头认可你，你学历挺高啊？谁跟他比学历了？比啥了？我说咱俩来个一板两瞪眼，比拔针子的。规定时间内谁拔的针子多呀，我和小彪的事儿就听谁的。后来我一看他手里藏把钳子，我一想那不行啊，然后我灵机一动，拿起针子往桌子上哐哐哐，我说你查去吧，搞定。拔针子你教他的啊？他跟你玩了啊？钳子搁谁手啊？搁我这儿呢。那你废了。别了，你别废了，完了完败。哎，聊得咋样啊爸？赶紧的订票回家。咋的了？咋的了，我妈明天要结婚。傻，你说啥呢？哎呀，我告诉你，这屋待不了了。怎么的？不刚才不好好的吗？这屋有一个人算一个人，全让我得罪了。哎，就这相片我都给得罪了。你别瞎说，我妈都没多少年了，你怎么能得罪她？跟你妈说了那得搞定我，完事儿跟你再进一步。小川，你怎么能跟我爸说这些话呢？我这个、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不是，就你这种想法啊，爸他就有想法不行吗？我也没说不行啊，我关键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那我也不能假装听不见呢，是不？你说你们年轻人呐，自由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们自由选择，你们要对你们的选择要负责任。我珍惜我的女儿，可我更珍惜别人对我女儿的追求。我这人呢，这辈子没人跟我俩见过嘴，今儿个你跟我直来直去的交流，我告诉你，我还挺感兴趣的。爸爸，啊，说啥呢？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明儿早上我做个锅包肉，你给我挑挑毛病啊。那我哪敢，叔叔？是这样，我也表个态，这回我来鹤岗，我跟小彪俩住。那随便。姐，那咱俩谁不唠嗑？走。彪，咱俩必须好好唠唠，冰释前嫌，行不？姐夫搁屋等你啊。来呀，彪，姐夫脚没味儿。赶紧的啊，等你哦，来呀！这是撵我走啊？姑爷子进门，小舅子没魂儿，我上我同学家住去。